现在在市中心附近走了走，然后现在走到海滨街附近，然后这儿前面有一个特别出名的面馆叫狗子面，虽然说本身不是很喜欢吃面条啊，但是毕竟都已经来到山西了，对，山西的面食还要尝一尝。既然都来了，来都来了，哪有个小学啊？小学放学了。人一说就是，他这个面馆不太好找啊，是在这个小学旁边的一个小区里，这儿有小饭桌，好像就应该是这一家。看里面这个装修，应该是。啊，就是这。中午12点他才开始，而且排队人很多，排到第11号，还得等一会儿。钱你们自己算啊，你拿。你再给我。一块肉，一个鸡腿。你爱吃肥瘦？瘦一点吧。我的总共23，对吧？稍微有点也可以。扫哪？小三、腿加六、二十三是吧？你是11号啊？12号是谁？把这个给你，你放这儿等我，我把这个给你。一会儿你记住啊，你是几号？啊。你是12，那啥给我？12，两个鸡蛋，一块肉。不要火锅。半个小时，这
像造个地方做吧。做完了呀。啊，没人地方就能做。可以。就专门造的有人了，就三个人。来点，来点。十三在不在？在。十三是康总。十二的话，三十八楼下，我一个十四在不在？啥碗包的？我手里小碗。开啥了吧？啊？开啥 ？Vlog。十二小楼。昨天对着我俩。啊？昨天对着我俩，开大点。对着我了，十五是一中，十六是中小，来中中小现在。过几天上前，夏天的那天。估计是十五吧。学校报告。第二个。小碗的豆腐。今天好。豆腐是不是？嗯。豆腐土豆。吃饭闲蛋。哎，十四、十五一中，十六中小，十七在干。在啊，我带着一个，我转肉去。他吃一小钱。先拿着小碗吃。吃个小碗，再留个小碗在一起的啊。还可以过带啊。这个面吃完了，挺好吃的，而且这个面的就是面底啊，就是不加肉的，就这碗面有点像这个牛肉板面，里边本身就带着菜和肉丁，然后我又加了一块红烧肉，还有一个鸡腿啊。就是这个地方是真不好找，在这个家属院里，这个家属院看起来很老，这边有点像新加坡 HDB 的感觉，也没有招牌，而且旁边都是那个小学生的小饭桌，不错不错，这顿饭吃的不错。